我昨天已经加到十二点了，这就是我昨天忙，然后昨天晚上下班在小米Fold折了一瓶手机，首发现场，复评。 大家要听一下那个预售的优惠啊！预售的话，我们线下是参与赠送399的一个方纶纤维保护壳，送完为止，有限的，不能与分期同时享用。如果分期的话呢，可以12期分期免息。 已经换新的话，旧机满2000的话，它可以额外补贴888，888。别的牌子可以吗？可以。他会送一个1000块钱的指定电视机，电视的优惠券。优惠券有3张，这个就不讲了，pass掉啊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它有一个 VIP 分享。